你喜欢那个男生多大？他怎么又想起这件事？你管这干嘛？你说说嘛，他是不是跟你同个年级、同个学校的？不是。你还能认识谁啊？那我不能认识校外的吗？怎么认识的？出去玩的时候认识的。去哪儿玩？酒吧。哦，不对啊，我怎么记得你上次喝醉之后说是在 KTV 认识的？我真说了吗？到底说了什么？对，是在 KTV 认识的，因为认识的人比较多，所以会记不太清。哦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你前飞哥挺聪明。跟前飞哥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喜欢上的？还来？我干嘛要告诉你？那换个位置。我不去，你过来、啊。哎呀，你好好的坐在那。哥哥，好好吃饭，哥哥吃多点。不管，你坐着。我觉得可以。晚上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百年不够意思啊？怎么过五年啊，不服再战就这样了？让我先吃过。快！老板，饿死！这样，哎呀妈，饿死我！垫点啊，垫完了跟我们咱喝啊。行，好的，放心吧，没问题。这没动呢，根本就是你买的。好，钱飞去哪儿了？还忙送客呢。哎，俩人倍儿甜蜜。哎呦我天，真幸福。哎，头抬起来啊，怎么回事啊？能不能送回去啊？我很久没见他们了，然后我再跟他们喝一杯。来，大家今天不醉不归啊！那我回去了。行，你先自己回吧。你需要人送吗？不用，我自己可以。不用，行了。哎，来，你们来。嘉许哥，我先回家了。养什么呢？养金鱼，养鲨鱼啊。那我先走了，哥哥姐姐们。拜拜，小鬼。注意安全啊。小鬼。拜拜。少喝点了。你放心吧，我照顾他。照顾他。宋志，走那么快干嘛呀？你也要走了吗？没有啊，现在太晚了，我先看你哥的车送你回去。没，你在我旁边坐了一晚上，不知道我喝没喝。我知道你没喝，不过嘉许哥，你不用送我回去，我可以自己回去的。你这样一来一回，怪麻烦的。不麻烦啊，可能送别人是会有点麻烦。干嘛？你要还给我？把红包还给我们芝芝。你叫我什么？芝芝？你不是说亲近的人都是这么叫的吗？哦，这个你还是收着吧。你今天都喊我哥。不收的话有点太吃亏了。给我们芝芝的怎么吃亏啊？拿着，走吧。